章泽天2009年因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走红网络，被称为奶茶妹妹。2011年，章泽天凭借优秀的学习成绩和健美操特长被保送清华大学就读人文科学实验班。近日，奶茶妹妹爆出一组运动系的写真，青春女神挑战帅气棒球造型，十分养眼。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10年不曾流泪，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